阿老师的刮胡子记录来了。阿豆婆，舍不得刮，没什么舍不得，这有啥可舍不得？就是跟理发那个什么卷秃子一样。好了，这就干净了。你每天刮胡子的时候没有那种舍不得的心情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是觉得刮胡子这一件事情是比较每天很麻烦的事儿。还蛮适合留胡子，留长发，留胡子。回头可以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，可以留这样的胡子，很好，不错，谢谢。好，可以了。行，没事了。